是用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用的。这支离子夹呢是无动面板离子夹，它有漂浮面板。漂浮面板呢，它这样夹下去是有一个空间的，你可以自己调整。有防烫机身的设计，所以你也不用怕它会烫手。开关在里面，所以你也不用怕就是夹一夹的时候开关就被你关掉了。是国际电压，可以带出国。四段式的温度可以调节，有150、170、200、220预热非常快，它只要30秒它就可以热。加热之后会自动释放负离子，增加头发光泽度以外，也会让头发减少受损。它的这个线呢是可以旋转的，你就不怕你在夹头发的时候这边缠那边缠，然后一支你就可以做很多种造型。